订阅分享小铃铛，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Hello， 大家好，我是肉肉，今天又要来介绍体验版的游戏给大家啦。这一个我前几天在 eShop 上面看到的一个餐厅经营的游戏，叫做 The Ramen Sensei 开罗拉面店。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玩的，它其实很像以前我在很小时候玩的那个梦幻西餐厅那种经营的游戏哦。那废话不多说，赶快介绍来给大家看看吧。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给我们一个赞，顺便留言分享你的心得，让我们知道。如果你是肉粉的话，现在马上先给我按一个赞。然后这个因为我已经有先玩过了，我之前开了一个叫肉屋一番的，因为它是体验版，所以它能玩的月份是四个月，就是从五六七八对，四个月，然后它就会结束了。然后它这个应该算是小品游戏吧，我看到还有蛮多在不一样平台上面都有哦。那它是不能打中文的，所以如果你会日文汉字的话，你可以在这里打那个罗马拼音，它就会找到有一样的汉字。那这一边我们就先随便取一个健康一番吧。好，一开始的时候呢，它前面其实就有类似新手教学，教你怎么样子把你的拉面店开始创造起来哦。那一开始可以看到这个风格真的跟梦幻西餐厅很像，会有客人来这里，然后他在你的门口要点餐之类的。虽然说通常这种小品的日文游戏呢，基本上都不会有中文，但是我那天看到竟然有繁体中文，我觉得真的是蛮难得的啦。再来是因为价格也没有很高，所以有些操作上其实是没有那么的方便的，但是还可以接受啦。那当然也有很多讯息可能是要大家在网络上找，毕竟是小品游戏，不会有太多的资讯，大部分都还是日文居多啊。但是光游戏可以玩中文其实就已经差很多，我觉得这个游戏非常适合就是你在 Switch 上面带着走，时不时就经营一下那种有一点就是小养成游戏，但是又不会负担太大，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好，那它其实在游就算即便它是小游戏，其实它的内容还是蛮复杂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汤底光汤底就可以选不一样，那后面还会再新增很多不一样的汤底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汤面汤，就是汤底的部分，然后面呢其实有紫软面啊，什么细面、微卷面，那这些面跟汤的组合呢，它就会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什么多加水啊，什么形状普通值，这些其实都是跟这个面的搭配是会有不一样的结果，那那个结果就会在那个问号里面。比如说我记得没错的话，酱油配微卷面好像就会是圈圈吧，就是好算是好的，来试试看哦。对，圈圈的这个就是客人接受度比较高。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什么豚骨、盐鱼鲜味啊，它都会再加上去。那右下角这边也会有很多浓郁啊、面量啊、魅力啊这些不一样拉面本身的评分哦。那左边这边也会有很多详细的资讯。这个其实就是我在玩的时候蛮惊讶，没想到它竟然做到这么细，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小品游戏哦。那拉面做完以后呢，你就可以选择要来让谁去出这个餐了。那当然我们目前刚开始的员工一个负责料理，一个负责接客，那当然待客我觉得这应该是要交给接客的人，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个出锅技能哦，可以激发出你的汤面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是味道的探究心啦，什么激发出的魅力啊，那我们就选丙川美美子，然后他就会开始使用他的这个出锅技能。 OK， 然后他的魅力值就会增加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绿色球，这个其实就是你商店的经验值哦，累积对的经验就会升级，可能就可以拓展你的店面啊，可能可以增加人手啊之类。因为我目前玩到体验版就是卡在后面，就不太没有办法找新的人，也没有办法拓展店面，但目前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他会帮你取个名字，就是你的拉面的名字，那你也可以自己改，但还是像我前面说的，他不能打中文，所以你可能要看用什么方法来取名字。那这边呢，已经有你基本拉面做出来的一个分数表。那接下来有一个加上配料，这个就非常重要哦。这个我们按下去哦，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比如说一定要加叉烧的吧。那这个 Zero 右左上角这边你还可以选，比如说你要让它近色啊，还是左右相反、上下相反啊。好，我们就先随便配一下，但是它会不会影响分数？我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我不确定哎，我都乱摆。那不然我就摆这。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右下角有好几个那个小图示，有没有？那一个就是他们的技能，比如说如果你选的话，那个技能就会增加他的技能的分数。那左边呢，就一样会有难度啊，它的价格可以增加多少，味道、魅力之类的。好，比如说我们先摆这里。好，那可以看到大碗初级发动就已经就加二了，就我就获得了这个技能。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再放一个海苔好了。放一个海苔左右
有近射，那就一定还会再新增一个新的技能，叫做王道。所以你加越多东西，它就会让你的这一个拉面的分数跟技能都会相对的增加，这样子你就可以卖的比较好。那因为刚刚左下角这边写有还有零个一个两个，就是你可以搭配的配料，那这个在后面都有办法新增的、哦。那左边这边可以看到，就是你可以新增的食材啊，这个是南瓜食材店，你可以在这里买新的配料。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要买，然后这个就是有没有详细可以看到海苔可以增加的东西，然后它的难度就是单方面的食材的一个详细的介绍。技能的部分的话，它就会告诉你，比如说王道，看大碗初级，你看男性顾客评分加二，所以其实虽然说它操作起来没有到那么的漂亮，但是你要找到这些介绍还是有办法的啦。 OK， 那L 这边呢还可以就是变焦，把它缩回来看哦，就是哦，原来我的拉面长这个样子，看起来是蛮普通的。好好，那这样子就完成了。那我们按 R， 好，他这边就会举办一个试吃会，然后他就会请身上的人吃哦，我觉得味道还不错啊，我很喜欢啊，我吃不够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些顾客呢，他的这个 level 其实都是有相关的，他可能会变成你的熟客。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好、哦、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先给你一笔资金，哇塞太好了，有人投资开生意，这是绝对是最开心的事情，谢啦。好，一开始这个店准备要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门口都会有人进来啊，然后可以把游标去对向这个人哦，这个人他就会，你就会发现他会有一些喜好，然后他会不会变成熟客，跟他喜欢什么样子的东西哦。来，可以看到啊，我们这样比过去有没有？它有一个距离熟客还有多少时间呢、啊？它的喜好，吃完以后会再调查。那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个游标有一点慢。如果你按加号的话，它会变成这个光标模式，就是滑鼠模式哦。这边的话是接荧幕玩的人用这个模式会比较 OK， 但是如果是用携带型玩的人的话，你再按一次加号，它就会变回来。那因为在掌机模式，它的那个触控板是可以触控，所以我觉得它其实真的蛮适合，就是带出去玩的。然后你也会收到新的拉面啊，他会告诉你，比如说这个编辑部啊，在什么有人开新店啦，或者是可能有新的比赛啊，怎么样之类的。那这些都可以看到有没有，他都会，这些人他都会讲说啊，要吃什么新的面，而且也可以看到，我觉得在美术风格方面呢，他在做这些小细节，比如说上拉面啊、煮面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这些细节感觉都是有做到的。然后你会觉得感觉一开始有点手忙脚乱哦。那我们再看看呢，这个左边呢，你按这个 ZL， 你可以看到总店的资讯，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店员数、你的设备啊、你的拉面有多少啊、装修啊、人气、性感这些，跟你要参加比赛的时候，你可以去比对一下，看自己适不适合，有没有机会可以赢这个样子。那这边也有销售啊、材料费跟人工这样子。那你退出来以后，这下面四个应该就是刚刚里面的三个啦。比如说第二个呢，就会是人员的部分，你就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些详细资料，要不要用道具强化他，增强他的一些其他技能啊，这些有些东西都是可以买的。那你也可以变更他的原本在做的这个工作。那下面这个呢，就是煮拉面，你这个等级越高，你可以做的拉面就越多。那这边就可以看到有一些追加啊什么之类的。那在下面这个呢，就是厨房的设备，这个有玩梦幻西餐厅的人就会知道，这个就是它可以升级可以更新的。那目前来讲我们只有四个空位哦，所以你之后就会得到一些新的装备啊什么之类，我想正式版是一定会有。那最下面这个就是装修，装修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可以让你的地板变成啊高级地盘，那你也可以让你的入口变成比如说高级入口，那这些其实都会有机会提升，比如说它下面就会写用餐提升啦、熟客提升啦之类的。那这边也可以看到营业额哦，它是从4月开始啊，我刚刚说的是4月到8月体验版就会结束。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营收啊、你的收入啊、支出跟收入。那在这个店铺我在猜应该是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开店的哦。那基本上这个算是新开始，你一开始玩的时候你可以得到的这个页面。那我这边我再来切换一下我在玩到中间以后的样子给大家看哦。好的，这个就是我已经玩到中间七月了，已经快要算结束，这个游戏已经快要算结束，因为它时间是一直跑的，它除非比如说像这种事件啊，或是你暂停，要不然它时间轴一直跑跑跑跑跑，跑完以后你这个游戏就结束了。那就是像我前面讲，就是你还是会有可以参加大赛比赛，然后它会有一个奖励，比如说它会送你很好的炉具啊，或者是告诉你说你可以在热门的商店街开店之类的。那我们按下菜单这个 R 键，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玩到后面的时候，你会有投资计划，比如说你可以开发豆芽菜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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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芽菜还有什么那什么名人卷吗？
那种之类的东西。那你也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些人事的资讯啊，你可以招募一些广告，召集店员啊，设施目前是没有啦。那在这个级别奖励我也是还没遇到。然后这个拉面斗技场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他会告诉你你可以参加一些新的比赛，比如说这个会送你冠军，会送你折叠椅两个啦，然后这个是双口炉灶啦。那其实我可以现在就来参加给大家看一下它，我们参加比赛的话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那这边大赛用的拉面，这个右边会有胜利预测，下面你也可以看到评审员对你的喜好，比如说啊，这有两个，这个可以赢的几率比较高，那我们就选这个。然后你看你要不要增加新的配料，或者是用道具强化它，或者是你要直接可以参加比赛也是可以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直接来参加看看。那这个就直接就是比赛画面了，下面会有战略啊，什么人气提升、性感提升，这个就是你看左边那边升级以后，你就可以比如说，好，我要增加我的人气。那你也可以看到现在的，因为有三家店在比赛，是东方神面跟博士面屋。那你也可以等，比如说啊，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再使用这个技能呢？但因为目前来讲，我们胜率是很高了，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分数，我也可以用我的性感提升，然后人气提升。但基本上以目前的状况来讲，我都不用按，我应该也是会赢的啊，毕竟我们肉无一番的拉面就是受到大家的喜爱啊。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疯狂的飙涨了，现在所有的对手，而且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然后到这里它就会变成问号了，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的那个很像是日本的节目会常做的事情哦。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贴切啊，然后又可以用中文的方式来玩，这种机会其实真的蛮少，尤其是这种小品类型，反而可以感受到它有趣的地方哦。好，结束了以后 ，OK， 人都吃完了，他就你看失败的人就会被炸掉，然后一二名他就会再过一下子，然后再砰炸掉，这个真的超级好笑，然后也会获得经验。好，我们现在是第一名了，然后我们就会得到有属于我们的经验值，然后我们也可以得到奖品，奖品就是双口炉灶，这个会很有用，我觉得在前期，然后你刚开始你可能会赢的话，你就会得到狂热，就是开始会有超级多人来你的店面这个样子。然后这就是我刚跟大家介绍，比如说我们现在原本是单口嘛，那我们可以换成双口炉灶，有两个火炉很方便，但它好像没有特别写说有什么优点，这个可能要再查一下。同时煮八碗面应该多少，它绝对是会有帮助的哦。没错，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它就会加速了。然后这个是我刚跟大家讲的营业额的部分，这个就是就可以看到，比如说我四五六月啊，它的营业额，店铺的这个营业额是到这里啊，然后人数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来吃的人，但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利润，然后绿色应该就是赚钱的，然后红色应该就是支出。好，然后结果你玩到八月，你从四月玩到八月，他就告诉你体验版结束了。但是以目前我玩为止，我觉得整体玩起来其实蛮开心，而且因为它的时间速度还算蛮快的，然后你就会感受到说其实好像也没有到真的很麻烦，但是因为又同时又可以制作不一样拉面，我觉得对于一个小品游戏来讲，个人其实还蛮推荐它的。如果我有这个闲余的零用钱，但是我又没有办法玩大作的话，我觉得应该会考虑它。然后它好像在手机各个平台都有出，那这个系列好像不只有拉面我可能之后再找看看有没有别的。好，那这个拉面的这个体验它就会到这里结束，然后你按，然后就会告诉你说你就没有时间限制，你可以无限的玩，然后它就会问你说要不要去买新的呢，因为我现在没有要买，所以我就会取消，然后它就会卡在这里叫你重新启动本游戏。所以如果你想要玩，你就要把游戏关掉再打开，设定新的档案。好的，那今天这个 Kodawari 拉面看这个开罗拉面店的体验介绍，我想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吧。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要去下载来玩哦。如果觉得我们影片不错的话，也记得给我们按一个赞。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拜拜。订阅分享小铃铛，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